有人甚至说我是新加坡的干儿子，我认为我是亲生的。国际盛事，然后我居然被邀约了，很明显真的是我跟大家是很多年很多年老朋友才有这种资格，有人甚至说我是新加坡的干儿子，我认为我是亲生的。更多精彩视频，请到 Channel 8 News.SG 观赏。